小人物大英雄，我是 Pinky 林怡琳。都市生活啊带来了便利，但是呢快速的脚步啊却是让人跟人之间越来越陌生。住在水泥丛林当中呢，对于一墙之隔的邻居啊，我们可能连对方姓什么也不知道。相反的呢，在过去的农村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每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总是老店就老咖，阿母就阿爸，大家一起来帮忙。可惜的是，随着青壮人口到城市就业，农村人口啊逐渐的老化，这群长者白天大都独居在家中，能生活自理的长者呢或许还不需要担心，但是那些已经无法自理的长者，他们该怎么办呢？住在彰化县马兴社区发展协会，有一群志工们，他们为了村中的长者成立了一个关怀据点，一同与长者同乐。我们一起来看看。对这老人特别的关心啊，因为我有这个母亲，啊，因为当初我就对社区完全不懂，那我们的社区的长老呢就跟我讲说，啊，你来当接任社区理事长，你看理事长没有人要接嘛，那我就本着一个爱的心，投入了社区。自2007年接任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一职的陈明藻，刚开始一头雾水，不知从何着手。不过看见村里多数长者乏人照料，因此他开始成立关怀据点，邀请长者前来一同互动同乐，获得了大家的认同跟支持。6年下来，这个关怀据点逐渐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这些长者要请他们来社区，大家都怪怪，哦，不习惯，哦，因为他们的子女都是在外面上班啦，啊，都是孤独一个人在家里面。那我们就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一个一个去给他访视，然后给他调查。啊，马兴社区目前有179位65岁以上的长者，但是呢，需要真正照顾的。啊，我们调查的结果有30几位。我要加了，好加哦。哼。哦，来这里，慢慢的学，慢慢的学。啊，担任志工以后，对你的心情有什么样的影响？生活啊，心情？我比较开心呐。怎么说？因为我先生已经不在了，啊，只剩下我自己在家里呀，啊，下来呢，拢去探亲呀，啊，从我家里出来呀，啊，我就走出来了，走出来比较快乐呀，啊，我就在家里一走看家，一个人在看电视啊，或者是给电视看，没好无聊，啊，这里比较快乐，跟这些长辈在一起很快乐。他们老人家学会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而且呢。他们会互相的照顾，哦，他们好像亲姐妹一样，大家联络感情的这么久了，就像个亲姐妹一样，什么事情他们都会自己互相照顾。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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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4, 75, 76, 77, 78,
我们是要求这些长者呢，他能够从家里面自己用运动的方法走路来到社区，来到社区了以后，住我们社区的社福之光呢，就给他啊休息一下呢，给他量血压，然后呢做一些健身操，做一些有意义啊老人家的生活。你说些老人家他们都会拍血啦，啊，问来小姑啊，我送家啊，我已经感觉效果不错啦，不习惯，慢慢的啊，一传十传吧，我们就啊就这样一直做的话，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而且得到他们子女的认同。爱等你，等你啉咖啡才袂老痴呆。哎，啉咖啡才袂痴呆啊！你话咧，你就是啉咖啡，才吃到十几岁啦。哎，对，真对。也有七十几岁来这边当志工也有，但是七十几岁的、八十几岁的，甚至于需要我们照顾他，还是很健康，所以他们来这边不需要我们照顾，反而他们会照顾这些老人家。像我们厨房都要八十岁了。一开始就有的社区厨房，最初只有两个简单的炉子，几乎天天不打烊，阿公阿嬷几人一组，轮流料理比瓦崩。天天免费吃，每天仿佛过去农村生活再现。刚开始我们要经营的时候，我们的社区干部都要有想法，要团体用餐，钱从哪里来？大家都在想说，一个月一天两千块，然后一个月就要六万，一个月一年下来就要花了七十几万，那个钱从哪里来？当初呢，我们第一步我们就以住游乐间，然后来我们干部所有干部呢，啊，一人一餐来给人养。一个月下来以后呢，发觉到这一个月当中呢，陆陆续续的一些的物资啊，爱心人士的捐献，就这样一直做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有再付一毛钱。你不用开心的，开心你家做事干吗？你在那专业来家做事干？还能行动的长者自己来关怀据点用餐，至于失去行动能力的职工们也没忽略，趁着送便当的时候顺便了解他们的状况，避免老人孤单在家无人援助。来呀，对，他没叮当，他没叮当的，来个暗款。坐到一家里啊，坐这家。这家呀。你有没修哦？还没完呢，你老换，没修哦。那看你的脚，爱看脚不？那我当家不？嗯。原来发觉到我们社区的老人家非常的多，啊，非常多的话，那我们就一步一脚印，就把社区的一些职工，啊，我们都给他介绍了基础训练跟特殊的训练。特殊训练有包括社福训练，还有环保的特殊训练嘛。啊，这工作头五六年啊，啊，今年几岁？六十八。这理事长就是吼，讲你大家若要种，伊要这个地要献落，互你种，互你理事长，这块地是理事长的，免本啊，加上免作免啥物，拢互你去改种。你看谁要种，啊，就是种种啊，第一社区，买去社区种，啊，剩的你若搁你要再要搁摕互别人住，才摕去安尼。种下一颗善的种子，成了庇护的鱼影，让善的余波向外延伸。这并非陈明藻当初所能料想。
无偿捐出的长青菜谱是长者的劳动场所，开办的社区厨房关怀据点，让大家一起在这里谈天说地，享受晚年的幸福滋味。长者的妥善照顾啊，其实并没有让社区发展协会因此自满，他们呢还把触角扩展到社区里面的小孩身上哦。父母们啊都忙于工作无暇照料，让放学的孩子们不是在社区里面闲晃，就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理事长陈明造还有社工人郑玉华他们商量了以后呢，开办了课后辅导班，让这群孩子有地方可以去，而且啊，还提供点心让他们吃到饱哦。今日哦，大爱电视台要来请假好，什么意思？那我们这些人哦，他是还在享受哦。获得彰化县社区评鉴第一名，让马兴社区声名远播。每当这个时候，古色古香的老宅是必去的参访景点。还有全村动员所烹煮的农村菜，要让来此一访的客人尝到马兴社区阿公阿嬷们所展现的浓浓人情味。我们这小姑会那么有名，不是建筑物富丽堂皇，也不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是因为这里的人、这里的居民、这里的志工非常的团结，非常的愿意付出，所以他才会把这个社区做得那么的好，那么的各方面的绩效都非常的杰出。你也可以说你来自彰化，你来自马兴，但是基本上你一个大的目标就是说你要跟外国人介绍说你来自哪里的时候，可能说你是来自台湾嘛，对不对？现在会比较有一些专业的部分进来，比如说会有一些个案评估，然后需求评估，这一些比较属于比较专业性质的东西进来。目前专职的社工有一位，然后有一位专职人员，那志工的部分，我们乡和志工有144位。就爱心做公益，快点要奶奶，三女，被人绑架了，被绑过来，对啊，耶，没有，做老人福利做得好的话，再来呢，最需要照顾的就是这些弱势家庭的小朋友。课辅导我们连续3年，这3年当中呢，
我们发觉到这些同学、这些小朋友呢，刚开始来也是不习惯，他们非常的顽皮，啊，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轨道给他上轨道，然后慢慢的他们习惯了以后呢，现在在他们在这志工老师的引导之下、辅导之下呢，他们各个的成绩也都进步了非常的多。连张俊凯都差一点就算对了，我要写啦。我什么不会？我刚教你流忘光了哦，把它看成三个梯形。你把零去掉就好。把它看成三个梯形，继续做吧。这不是主，这不是主哦。我曾经跟我们里面老师开玩笑说，将来再老一点的话，可能再过十年，可能要把市区的房子卖一卖，要搬这边买房子，要来这里住，要来这里当志工，要来这里跟阿公阿妈到点，要来教小孩子做志工，都 OK。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很可爱。还有第二张吗？蚊子、蚊子、螳螂、鸡。不是。蝴蝶。蜈蚣、蜈蚣。不是。苍蝇。我告诉你答案，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了。刀子面要把它剪斜掉了，那个嘎戳去，那白的都嘎戳，本来要剪直的，嘎粗皮啊，粗粗的都嘎戳去。嘎戳你。嘎戳。要来一来，要来一点是这样。要当客服老师不是件容易的事，内容必须是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能听得懂，还要引起孩子们的兴趣。有时要严肃的像个老师，有时还要亲切的像大哥哥大姐姐。但是能留住这些社工员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孩子们的单纯和热情。我们这里的小朋友很可爱，他们非常不习惯用语言来跟我们讲表达他们的爱意，他们都经常用画画来表达他们的爱意。这是教师节的时候小朋友送给我们的，然后也是祝我们老师教师节快乐。然后这一样也是庭尾雅华跟这是另外一个一路也加入在这个里面，然后他们会自己构思，想要告诉我们说就是祝老师身体健康，然后教师节快乐。四十几个小朋友，一个礼拜两天练战鼓。战鼓的话呢，第一个可以给他舒舒筋骨，第二个可以促进他的脑部发育。这样的话，对他的课业跟他的成绩也啊带动的非常的好。
以继续啊，希望这个计划不要那个啊，不要结束，就一直永续下去啊。想弄点厉害的。我来到马新，其实第一件事学会了就是看到什么叫做热情。如果只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人力进来，但是如果你没有热情在这个地方啊，其实是会支撑不了的。所以我觉得我在志工身上，我就是看到热情，他有一颗包容的心。大家都坐在一起哦，这个是叫做路边啦，路边围炉啊一个会议哦，啊来感谢因一年来对咱社区奉献啊，所以呢啊点点滴滴在心头啊，我小弟呢，伫只代表咱马新社区所有的干部甲所有的居民呢，甲恁致全力的，甲恁讲一句谢谢，感谢你们为我们社区的付出哈、哦、啊，等下咱随性啦吼，自由吼，咱都咱这都拢自事的吼，今仔节目啊。不管是当地人，还是因缘聚会来到这里的社工，只要踏入马新，就被这里深深吸引，回到人与人之间最初的那种亲密，就像土地之与人的关系，不问报偿，只问付出，反而获得更多，更为满足。一直在朝着永续经营的目标前进呐、啊，不是说今天做完明天就不做了，因为照顾这些老人家跟儿童课辅导，我们会继续的永续的经营下去的。在马新社区呢，我们看到幼有所长，老有所终，在这群不问回报，是人与人之间最为珍贵的情谊，也是最高贵的情操。手心向下的态度谦虚，手心向上的心怀感恩，成就了一段美好的社区缘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 Pinky， 我们下次再见喽。